宇镇，你快把饭吃完，记得青菜也要吃完哦。哦，我把青菜都偷偷藏起来，妈咪也不会知道。妈咪，我去玩玩具了。啊！妈咪，你怎么了？妈妈做的菜你都不吃，你偷偷藏起来是不是想要气死我啊？妈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去玩玩具咯。哎，我活不下去了，青菜怎么做宇镇才会爱吃啊？宇镇啊宇镇，被妈妈找到了不让你挑食的秘密武器，只要加一匙康宝鲜味炒手，这自然的鲜甜和食材完美结合，完全美味，韩美味第一名。家常菜肴全新美味，康宝鲜味炒手。